我们来看一组武术基本功，瀑布穿掌。哎，哎，起下。好，这组动作我们非常常做，但是如果我们练的比较少，对身体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步骤你会做得非常困难。那么这个其实它就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活动髋关节和我们的膝关节，哎，放在膝盖上进行一个凝动，起来脚跟抬起来，再下来一个凝动，哎，啊，甚至是可以流动拉起来向两侧滑动啊，这些动作干什么用？就是既练到了是武术里面的动作，但是我们它转化过来就可以作为一个活动我们关节、增强我们气血的一个动作。所以说，看我们把一个动作如何来使用。